你卖天马给夫给怪，你有啥无代？小月跟踪我。我是你国小同班同学啊。你是迄个红姑姑哦。你真正一点仔拢无变呢。甲查甫人伫遐饭店鬼鬼祟祟，一定有问题啦。卡素真正去开房间，一定爱让人知伊是啥物款的查某。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拜一至拜五暗时八点，一家团圆。天啊，那年你若是做杂志的封面，我记住是你代志唔得撇空啊。你能够欺骗我的感情，我绝对好好给你处理。我不爱啉这种苦哈的乌咖啡。警炮，警炮。您。等等啊，稍等嘞。我是秘书小孙，你来叫我丹啊。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拜一至拜五暗时八点，一家团圆。你别听嘛，假鬼假怪！你跟踪我，有啥目的？我唔是咧跟踪你啦。你住唔是七六楼？先做五楼出，你就带我出来。你搁怪我叫警察！你若看到我的全名哦，你应该就想会起。洪万兴，你是咪认唔着人啊？这名我捌看过。杨思义，你哪知我的名？我较早叫做洪高贵，洪高贵啊！你是迄个红高贵哦？什么像？我哪知影是像啊？他们家偷偷去恁。一定就是有问题啦！我是伫咧怀疑你的小秘书甲我的女朋友哦，因可能是失散真侪年的相识啊姊妹。我感觉伊个查理对你是真心的呢，你就直接坦白哦，甲伊讲你的身份啊。两个人原地结婚，安尼毋是较好？小秘书，怎个这么水？我上班的时阵完全无讲呢。等啊，万一你若是上杂志的封面，我改做是你去上车的代志，你就别空啊。但最后打电话来啊，你甲伊解决。我想要请你啉咖啡。你是马人丢的。我只要我先警告你林嘉宾，没有回代志，另安再讲啊。你这个查某，竟然敢欺骗我的感情，你惨了，我绝对好好给你处理。